阿金，杰哥啊，你在干嘛呀？下雨，我种菜呢。种菜是不是？哎，舅妈也在这儿呢。哎，舅妈，你也在呀？啊，歇会子，天天在这儿嘞，你干啥子嘛？啊，没有，我过来看阿金和你们。那前天我真就是你的，你不来。啊，舅妈接给侄女的话，确实是不能接的，你也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生气。阿金，你这个还什么时候弄完嘛？还有一点呢。哦，你这没有目前，但是我就是不是？对。要不我过来帮你，阿金。不用，不用，杨哥，你就在那儿吧，我就做。啊，行，那我等你哈。那歇会子。啊？对吗？我的侄女子。啊，那帮我呀，帮忙一下，帮什么？啊，那阿金眼里那啊，和阿金一样，你让我去帮侄女吗？啊，他想干嘛嘛？那直播嘛，你说帮侄女和阿金一样，就让他直播着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。啊，好不好嘛？啊，这个可以啊，到时候我看吧，好不好，舅妈？干不干不？啊，我看一下，没事。如果真的确实想和阿静一样，我想想可以帮他的。嗯，那帮我一下。啊，嗯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。那钱哪里用嘛？那钱是舅妈。我说了，我不会借给表妹的，因为你也知道的，她那个男朋友，我觉得不可靠。可靠，咋不可靠？啊，他的朋友有钱嘞，朋友有钱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舅妈，刚刚我说了，借钱的话，小杨确实借不了。但是如果你让我帮一下表妹，她想和阿金一样，是不是？啊，是。她让我小杨帮一下她和阿金一样直播的话，小杨帮她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你让我给她借钱的话，确实没有办法，知道吧，舅妈？知道，知道。那。钱5000块钱借哪里？不干了。那保姆来直播的，来我的侄女子。对，我的意思就是，借钱是没有办法，但是如果帮忙，他想玩一下，小杨是可以帮一下他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你也不要生气了，舅妈。好了。啊。阿金，你还多久弄完呀？还要等一下了，杨哥。啊。你等一下嘛，等一下，你吃饭没有？我吃了的。没事，你慢慢弄。我如果你弄的你还多的话，我过来帮你。而且这个还没有，你也不会学一下就会了。行。那今天啊？什么？今天那水果拿了没嘛？买了没嘛？买了，舅妈。啊。我放在车子里面，我等一下阿金这儿弄完，我过去给你拿，行不行？行，好吗？啊，我拿过来了的，不然我知道舅妈会生气。好吗？啊，那都行，那买来了吗？可以了。啊，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可以了。啊，好，那我看一下阿金，我去看一下阿金，看他什么时候弄完，好不好，舅妈？好嘛。啊。